那这个菜的气味就更加独特了。其实它的俗名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气味而得名的，就是香菜啊。哇，俗名是叫香菜，学名叫什么？元旭。对，叫盐穗。很多时候家乡的煮法就是古代传下来的，更加的传统，保留得更好。我们一般在吃什么肉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往上面撒很多香菜末啊。羊肉。鱼肉啊。对呀。啊。 羊肉，是的，你看，假如你去西北地区旅游的话，吃那个牛羊肉的时候，是不是他们会给你撒好多的香菜？对，为什么？其实呢，香菜有一个特别妙的作用，叫做醒脾。哦，这个脾就是我们脾胃的脾，醒是让它苏醒的意思，唤醒。为什么我们要让它醒脾呢？ 牛羊肉是不是很硬的菜啊？所以呢，我们撒上香菜末，你的脾胃一闻到这个香味，唤醒它。对，就告诉他说，硬菜来了，你赶快醒过来，给我好好的工作，消化这个牛羊肉。很多人那个脾是在睡觉的状态，休眠的状态，为什么？它都是被困住了。为什么困住了呢？被湿。湿气会困脾。 只要这个脾呢，一沾到了太多的湿气呢，它就昏睡不醒。那么我们就会怎样呢？消化不良，吸收不好，脂肪肝，肥胖。我们以为我们是吃多了，不是的，我们是没有消化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表示我们的脾是在昏睡状态，我们要把它给唤醒，让它醒过来。所以我们用到这个香菜，醒脾还可以祛湿。 那你会吃香菜的哪个部位呢？我应该好像除了要把这个梗儿给摘掉之外，然后其他的部位你都应该能吃吧？那这个梗儿呢？大家不要把香菜的根扔掉啊！香菜的根是个好东西，一定要留下来。因为香菜是一个什么作用呢？香菜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呢，就是叫开通心阳，就是让我们心胸的阳气打开。 所以它对于这个心肺系统有问题的人都是一个保健菜。如果我们想要取得它的这个作用呢，一定要带着这个根，那才好。但是根应该怎么入口呀？这个难以下咽呢。你看啊，这个根，这是一个很嫩的香菜根啊，这个香菜非常鲜嫩，这个根非常嫩。我们轻轻一掐，掐开了，对吧？这个你完全可以吃的。 如果我们用香菜做调料，是不是切成香菜末啊？对，根也切成碎末一起做调料就可以了。如果真的你觉得非常老了，晒干泡茶喝。我们家啊祖传一个秘方，真的是很好。它是什么呢？预防中风的。那么如果你如果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啊，每年呢就是每个季度你都吃那么几次，那到年纪大的时候就不容易中风。这个偏方就要用到。 香菜，我们是用香菜来干嘛呢？炒鹅蛋。为什么不能炒鸡蛋？所有的蛋它的性质是不同的。鸡蛋呢，它是一个偏平性的东西，可是鹅蛋呢，它是一个温性的。那么所有的蛋呢，它都是各走一经。鸡蛋呢，是养我们脾胃的；鹅蛋是养什么呢？专门养心脏的，开通心阳的。所以这两样东西配在一起，相得益彰啊。炒的方法非常简单了。 把香菜连根切碎，然后拌在这个打散的鹅蛋液里面。记住要加一样特殊的配料，那就是白酒。白酒，对，白酒只需几滴啊，滴入几滴白酒，一起打散，再加一点点盐，下锅一炒就可以了。我们刚才讲这个香菜根呐，一个特别的好处叫做开通心阳。这个开通心阳啊。 它是生发我们心胸的阳气，那么呢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？去除我们心肺之间的一个积水。很多人呢，在心肺之间是有积水的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。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吐泡沫痰？泡沫痰表示什么？心肺之间有积水，所以才会吐出泡沫痰。那么吐泡沫痰的人呢，通常都会怎么样呢？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觉得一阵胸闷，然后想要咳，必须坐起来，咳完了以后再。 才能躺下，否则他是无法平躺的，非常难受。那么这种人往往在哪种人最多见呢？第一个就是心脏功能不好的人，那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什么？感冒后遗症，很多人在感冒以后会留下这个后遗症，年轻人也会。感冒之后呢，可能十天半个月都一直在咳。
而且呢，一睡觉就突然一阵呛咳，咳完以后呢才觉得舒服了。好多人还这个胸闷一直不解，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让他伸出舌头，舌头有点发黑，这都表示什么？感冒后遗症造成心胸之间有积水，严重的就叫做病毒性心肌炎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说感冒后遗症到最后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，得一种心脏病叫做肺心病。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，心胸之间有积水是一个对心脏有危害的现象，我们就要用到香菜啊。香菜根呢专门去这个心胸之间的这个积水，去掉了以后呢就会很舒服了。